今天我做的饭多，不许抢我的啊。行。太好，我早有准备。今天还自带了一个大盆，真行啊。怎么把肉酱全倒完了？我还没吃菜呢，你把菜都倒了，我怎么吃呀？你炸酱面就做了一个菜，那够谁吃的？你再炒个菜去。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你走了，饭也是我的了。这一份豪华版炸酱面绝对吃过瘾。他做的这个肉酱味道还真不错。这顿饭吃的真得劲呢。要是再有个菜就更舒服了。我抓你去这么长时间，咋不早点端出来呢？哎，老婆，你做美甲了？这个指甲的颜色挺好看的哈。你看我指甲漂亮，是不是就想吃烧酱？对。哎，想得美！把我面条都吃。早点拿出来。谁让你吃那么快的？